膨体取出后鼻子会变亮吗？赵琦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美容科主治医师。膨体取出后鼻子会不会变亮，还要看具体情况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你的膨体刚放进去，在手术过程中呢，又没有过多的组织损伤，那我们把膨体取出来之后呢，你的鼻子是可以恢复原状的。但是呢，还存在一个手术的问题，你的手术方法，有时候你把鼻小柱打开，把鼻子解剖开之后呢，本身鼻子的支撑力就会降低，就会下降。那你即使把膨体取出来，你的鼻子的材料没有减少，但是它的支撑力也会降低，你的鼻尖可能会比原来要更低一些。但是如果说你膨体放的时间很长，那有可能因为膨体的挤压，你的软组织垫会比原来更薄，或者说你在手术过程中对你的这个鼻子的，你比如说鼻子的软骨甚至骨支架有所损伤，那这种情况下你再取出这个膨体之后呢，你的鼻子有可能会比原来更矮一些。专家提示，膨体取出后鼻子是否变样需要结合具体情况，如果膨体刚放进鼻子且术中没有过多的组织损伤，膨体取出后鼻子可以恢复原状。如果膨体存放时间长，膨体取出后鼻子可能会比原来更矮。